喂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苹果啊。草莓呢？也行。 在跟顾南舟恋爱之前，我也想不到，像他这种一本正经的冰山脸，有一天会背着你偷偷看完《土味恋爱大全》。不道歉就算了，现在给我发个巧克力券是什么意思啊？ 南州，我就不值得你花点时间挑个巧克力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手机都快被你摔坏了。没什么，我们继续画吧。到底看没看？也不回我消息。南州，是不是还没有吃午饭？我给你准备了鱼片粥和沙拉，吃一点吧。以后喝粥只能喝女友特供版，不然你就死定了。还是给简小川吧，我不饿。我以为周建清是说着玩的。 没想到你这么当真啊！现在的女孩子谈恋爱真是跟我们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我有个小侄女，谈恋爱跟闹着玩似的，也是跟青青这个年纪一样，给自己男朋友定了一大堆规矩，不许男朋友做这做那，男朋友要是跟女生多说一句话，她就要发火。 不过对自己嘛，又是另外一套规矩了，跟别的男生搂搂抱抱、打打闹闹，还不许男朋友说他，多说一句就是不够爱他、不理解他。你说这不是闹着玩吗？不能喝鱼片粥，沙拉总能吃吧？你下午还要开会，难道真的因为这个原因饿肚子吗？ 按照约定，这东西我到底能不能吃？